情缘。救了你两回，算上我爹这条命，我还欠你一条命。青云，魏先生，今日我就将这条命还给你，我们也算两清。不要！先生怎么样了？哎，你要干嘛？是不是那个顾青言不行？他要打算把自己饿死。你现在进去是想找死吗？顾青言，你到底是有多恨我？你一定要这么惩罚我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我以为只要可以瞒着你，我只要可以让你不看见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。丫头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就醒过来。你不是说你最恨我吗？你现在就醒过来，把我杀了。
谁让我们变成现在这样，原来你不气到地久天长，总是要在最美好之间添一道心伤，最后没人知道结果怎样，如今的我还故作坚强，似乎在我们的心中总隔着一道墙，醒过来就好。最后你离开了熟悉地方，如今的我已习惯悲伤，已经替顾小姐都检查过了，她恢复得很好，一切正常，至于不记得是或许是受了太多的刺激。出去吧。是，张医生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莫先生，沈公子他，我听说青岩醒了，特地来接他的。沈公子是什么身份说的这话？他朋友。可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你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？是老爷临死前说把小姐许配给莫先生。不可能，顾伯伯他一定是被威胁的，而且青岩也绝对不会同意。他同不同意都轮不到你来说。我劝你最好马上把青岩交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。要么滚，要么死，选一个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这句话我原封不动送给你。不，是你们整个沈家。记得想念，偏偏沦为禁忌的语言，存在于你我之间。谁的痛不曾说？这颗心撕扯着，甘愿陪你卷入危险漩涡。谁的爱太炽热，翻涌着，拼尽全力的触摸，地平线的聚合，山盟海誓的承诺。背叛了选择，谁的泪放肆流，伤越多，奋不顾身的冲破，但伤口再愈合，终身不羁的闪躲，想念的萤火。谁的泪太炽热，翻涌着，握着你的触摸，地平线的躯壳，山盟海誓的承诺。